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 A 选项，硫代硫酸钠溶液与盐酸作用所生成的黄色沉淀是一种化合物，错，黄色沉淀是硫，硫是元素了。再我们看 B 选项，温度升高则反应物之间的碰撞机会会减少，使反应不易完成，是错了。温度升高的话，它的碰撞频率会加快，不是减少。这个是一种化合物，也是错的 ，B 也是错的。再我们看 C 选项，温度升高增加粒子能量，加快反应速率，这个对。再我们看 D 选项，煤气和空气混合并不燃烧，因为这两种粒子没有互相接触，这错了。它有互相碰撞，但是能量不够高，我没有办法越过呢氟化的，所以的话呢没有发生反应。它们有碰撞，但是就是弹性碰撞，碰完以后就弹回去了，就没有发生反应。所以呢这是错的，有碰撞，但是没有发生反应。所以这里答案应该要选 C。